资深演员梁家仁自2016年起就几乎绝迹香港电影和电视剧，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香港现身，但其实他还未适应的，而是主力北上发展，每年都会参演几部网络电影。最近有网民就转发了一条梁家仁近日拍摄贺国庆的影片，见他戴着眼镜，虽然头发已经变得白晒，还满面白色须根，但都中气十足，看落不算好老，还是很有精神啊。